人，因为你是合适环境影响评估的人，好，因为你是环合适影响评估的人，啊，我就问你讲，那你来车吼，看到空啊有啥物叫？伊那那甲我讲，你知无？我一只菜鸟哦，伊那是某某大学教授甲遐研究生哦，伊甲我讲，空啊了无啥物叫。你讲看我了无啥物叫啊？我特别来调查也无啥物货啊。我一听吼，在座就是我甲一个老师，跟两个学生，听着真生气。我这菜鸟啊，逐工伫看我了看，鸟啊遮侪，环境遮好，为啥物甲伊讲？你环境影响评估遮教授甲学生拢甲伊讲无鸟啊，环境无好。结果我就去甲伊开讲，伊安怎甲我讲？伊讲吼。因为咱做环境影响评估，一台车七人坐、九人坐，歹势我袂记得，我迄时阵袂记得。啊，不过我会记得，就七个号头高的人，伊讲伊来吼，一季做一次，一季做一摆，来看了一摆，三礼拜啊，三个月来一摆，一摆呢啊做啥？鱼啊啦、虾啊啦、鸟啊啦、鸭啊啦，拢爱做。对了，你感觉车的问题，这是环境影响评估，就是像拄只你跟老师讲的，咱的科学是安尼做起来。啊，所以是我开始对咱的进步，我开始感觉，我以为你要缓和，到底是对啊唔对？我常常想着，我以为去看了国中的时阵，有一个老师足可怜的，因为吼，我拄起。一就是学校的老师，老师打工。那个苏慧老师吼，咱校有一个老师怪怪，你只用膜盖遮过，一讲话怪怪，做个代志嘛怪怪。我就感觉这个老师袂歹啊，原来伊就是伫教室内底有去打车落笔的事件的受品。迄个叫徐新福老师，伊嘛是咧看了啊，伊勇敢跳出来，其实伊是咧甲大家讲事实。我迄时阵我就去找伊，我才讲了解讲哦，原来反迄个毋是暴民，反迄个是真正按咱即块土地爱看下来啦。所以我开始，我就开始加入咱反的行列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大家在座。是毋是会甲你身躯边的人像我永过安尼去互政府骗去，也是讲咱伤乖去信任咱的政府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就慢慢啊会去甲伊引导，是毋是大家做下来？你讲好唔好？好，安尼大家做伙拍拼，谢谢。感谢感谢，来，讲一寡台语，互恁听看卖，实时现闻，听过听过无？其实就是以前的老文章，昔时很文鬼路主君，就是要来教会大家啊，观音干破，无过不行经，旧红的意印，新路会阴影，上仙观天下，地心也依林，山中有一树，世上无敌，主君一个人。莫怨太阳天，万般都是命，挂件不如人啊！来世是鬼食，便是死鬼人啊！你讲啥子话可以知无？你一句哦，你可以来听无啥道理哦。但是这里最后一句，来世是鬼食，便是死鬼人。来挑拨是非的人，本身就是是非的人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所在这种艰苦的时候、快乐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听到电话回。那台湾人有一个观点，一挂挂转转逃，什么意思啊？一个小小的活动，快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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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到事，快要想到怎么样啊？快呀！啊，顺人不易，逆少易。但是我甲保证，我今仔我来送你来，今仔我来带大家来看过吼，咱大家拢是好八感真快的人啊。所以呢，咱伫这过程内底，不管你是行专业的、行部分的，咱起码会
千万哦，没看他计划有多少花哦，不过呢，他就讲哦，我靠，就当明年暑假哦，就我的工作还是做哦，那个可以讲，他就在跳舞，在跳舞，啊，各种方面的嘛，那也可以的，一计划360个角，角角三人，有的时候连者无意，天者人心，真可惜啦，我本来是怕身边安生哦，我是讲哦，我啊转台湾来夹每到一个所在，我按时的开一个课程，这个课程跟各位聊天，而且也把台湾岛从前世到今生到未来，尤其呢，我这两次你对中华的影子打开，一定了解台湾文化的上基本的内涵，包括跟隐性文化。啊，以后有机会呢，再来。好，我们有机缘再说了。我相信，只要许下一个愿望，走到哪里，这个世界都会回应。比武啊，准备出动啦！哇！好来，整队，那就是第一个动的马戏，陈立峰老师。爱听就好听啦！哦，小朋友来，你在拖小朋友坐坐来，哦，来，真的，我过来啦，但你语言哪能爱来啊？别说的哈，姑娘，姑姑哎，现在是准备去过，都爱听老古，都爱听变化心理学，我带你变到底，当然你那是讲不了的，爱拖落去啊，好几年都有当啊，你讲落去，阿姨妈。今仔日暗的七点，是咱的妈祖庙头前一个废庙的暗会，哦，真精彩，真精彩。所以在场的好朋友，恁若赶时间，还是唔知要去啥，欢迎咱的顶上站的古迹，咱的头前妈祖庙去观光，哦，来咱们的靠山，七点暗时七点吼。好来，那接下来就由汉生，我看前面那排先走一下哦。